兄，请你叫我黄主席。黄兵手，黄美华，请问你这摆是什么态度？伫你伫行的态度，我不得不侮辱你。你真正是一只会晓用冷水煮水鸡的老狐狸，水鸡予你煮熟，阁毋知影叫疼，也毋过真歹势。我甲志忠拢无愿意做这只水鸡，我的话讲了有够清楚无？阿美华，我袂计较你叫我老狐狸，因为目前一切拢真正实实在在掌握伫我这只老狐狸的手头。伫个开会之前，我要先向恁报告一个好消息，马医师讲。平时的状况真稳定，所以真紧，伊可能就会精神过来啊！真是的啊，美华，恭喜你哦！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，平春伊的病情稳定啊。那呢，美华，最近你甲志忠是毋是应该将精神放喺工作上？啊，进前我有请志忠过来，甲伊参详一寡有关超联未来的代志。伊等于刚有甲你报告过，无呢？可能是因为阿婶这几天拢在烦恼阿姐的代志，所以之中无想要增加你的烦恼，才无甲你讲这件代志。大兄，恁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打算是？其实吼，嘛不是什么新的打算啦，是冰秋伊用做代志的原则。伊无论投资每一项生意，必须爱掌握着主导权。啊，不过跟美琪伊的这个合作案，美琪坚持唔肯将主导权让出来。大兄，这个投资案本来咱超联就等于麦基完全主导。我想为当初咱超联甲大义工程所签的合作备忘录，到后来签的正式合约内底，这条拢有面列伫合约顶头。啊，若即马反倒倒来要提出争议，那安尼是毋是已经违反合约原来精神啊？那是当初这份合约是我甲你签的，我当然会尊重合约的精神。大兄，你意思是你想要推翻原来合约的内容？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只要有心去做，任何代志拢会变成有可能。啊，那志忠安怎看待这件代志？阿婶，志忠还是坚持照原来合约走，而且态度真硬，坚持要甲美琪维持原来合作。志忠安尼做真正确啊！志忠还想过少年啊，经验不足，经验也无够，所以我袂怪伊。也毋过美华，我希望你毋通甲伊同款一般见识，好无？大兄，这件投资案从一开始就是志忠主动跟美琪在接触。彼当阵志忠阁有董事会通过降级，啊，美琪彼当阵合作对象嘛不是咱超联，真无简单。志忠说服美琪放弃大丰开发，放弃李泰山，改甲咱。安尼就对啊。当初叶美琪会当因为超联，会当因为黄志忠，煞来放弃大丰开发，放弃李泰山。啊！咱今仔日是哪袂当因为红鹰集团，因为我黄平秋的介入，来放弃大亚工程，放弃叶美琪。红鹰集团要完全取代大亚工程的位置。无唔对。美华，因为顶一转哦，平秋甲志忠讲出这个计划啊，志忠不但真歹铁，坚持反对，而且哦，两个嫌我歹面相看，所以平秋今仔找你来，主要是希望讲私底下你会当利用你妈妈的身份。讲事实哦，会当利用你总裁的权力，对志忠是压力，才会尽全力配合平秋这项计划啊。大兄、大嫂，不管今日我有什么身份，我有什么权力，也毋过我只会当要求志忠去做对的代志。玉华，你对你平春身躯边合作生意这么侪年啊，我唔知平春是安怎教你。伫个生意场，我听无啥物叫做对的，也是唔对的代志，我敢听有。成功也是失败，赚钱也是了钱的生理。那请问大兄，若是照你的计划进行，你敢敢当天看挂保证，保证一定会赚钱？无问题，我即摆会用当你、当燕青、当天敏，伫你的面头前当天看保证。若是我要求这项保证变作是白纸黑字嘞，请问大兄，你是不是敢签乎我？就算要了钱，我嘛希望了伫我的手头，唔是了伫阿美琪的手头，安尼。我才袂死，才袂甘愿，我才袂死，才不明不白。若是照大兄你安尼讲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红鹰集团独资来进行这项投资案。那呢，这主导权一定伫你的手头，趁钱也是了钱的结果，嘛由你家己来承担，安尼毋是真好。美华，看你今仔这个办事，你是完全无甲我看在眼内。大兄，
我唔敢。今日我伫你的面头前，实实话实讲，我伫咧超龄遮尔年，相信这两字伫咧超龄也是真重要。可能是因为你长期人伫咧香港，香港嘛已经回归大陆遐尼久啊，所以香港人做生意是毋是已经互大陆同化，我毋知影。也毋过大陆有一个笑话，就是你要甲因做生意的时阵，伊拢有一句口头禅，叫做没问题。也毋过到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两句话：讲是天下无敌，做是无能为力。阿妙啊，你是咧甲我考试是？我唔敢，爸，你别安尼啦，大家都是家己人，有啥物话好好讲啊。是啊，明秋，你发这么大脾气，会甲美华兄惊着呢。袂啦。洪总裁，请你唔通误会，我今日请你过来，不是要甲你参详。我的目的是要将我的计划，请你听好清楚了，会当执行我的命令。命令？我唔对。我这个超联上过大的股东，敢讲？袂用下命令心，主席夫人，顶面你伫个董事会上，当所有董事面头前讲，行使超龄经营权的权利也是伫阮家，这句话是讲好算的是？当然不是讲好算的，也毋过那是超龄上高层，用阮总裁甲副总裁，敢违抗大股东的命令，那呢，我就真有可能伫上短时间内将经营权收倒转来，然后。重新整顿内部人事，重新部署新的布局。大兄，请你叫我黄主席。黄炳秋，黄美华，请问你即摆是啥物态度？伫你伫行的态度，我不得不侮辱你。你真正是一只会晓用冷水煮水鸡的老狐狸，水鸡互你煮熟，阁毋知影叫疼。也毋过真歹势，我甲志忠拢无愿意做这只水鸡。我的话讲了有够清楚无？阿美华，我袂计较你叫我老狐狸，因为目前一切拢真正实实在在，掌握伫我这只老狐狸的手头。阿美华，今仔日咱是亲戚关系，先莫讲。杀戮商场的出头，我已经算了几啊十届啊，达变的目的拢共款，就是一定爱赢。我今仔日予你最后一个机会。请你心平气和，回去甲你宝贝后生好好参详一下，然后马上给我一个答案，好不？好。阿弟，上去。是。洪总裁，请。阿进，我陪你回公司，甲志忠做伙参详。需要这尔啊无劳证明，唔肯手下留情信吗？非常时期，要用非常的手段，有啥物好客气？